啊，我们认定我们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啊，从什么地方去测验自己，就这一句清净平等觉，这是绝对标准。按说我修的功夫再好，我心不清净，你什么也没成就，你依旧是凡夫，你所得的啊，好的人天福报啊，啊，如果是不好的，修了不少人天福报啊，乃至于讲经说法啊，但是心性里头贪嗔痴慢没有真正放下啊，慈悲喜舍不圆满，就非常有可能升到天道，或者升到修罗罗刹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还有强烈的嫉妒心、报复心，你弘法利生，福报很大了，当阿修罗王、罗刹王。佛想尽了，果报在三途，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了。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起心动念，自自然然全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只有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那就像欧耶大师所说，哪怕是下下品往生，我也非常欢喜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利就尽苦，得就尽乐了，这还得了吗？